欢迎光临。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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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是偏不两米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三米。放在哪里？放在冰箱，它不单单是放在冰箱，它还有多用途的，它可以放在房间啊、汽车啊、衣柜、鞋柜、实验柜、那个厨房都可以。那它冰箱是放在里面？放在最底层，打开冰箱放在最底层就可以，因为冰箱是冰箱的里面。对对，因为冰箱整个都是相通的。他没说他的奶是哪来的，他也有，也有。这是新鲜的，奶粉嘛。对，他店奶粉不是，因为他也没有。
扶梯运行中，请紧。